Hey everyone, I'm Xia Su. 我中文名字叫苏小仙，我是零废弃的作者，我是德国出生长大的。这本零废弃德文版是2016年出的，这一本是第四版，去年也出了英文版，今年能够出中文版，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高兴。我是从小就很关心环保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看到大人随手乱丢垃圾，我会跑过去骂哦。我妈妈在旁边会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平时乖乖的，怎么骂起人来这么凶啊？虽然我从小一直尽量环保，我第一次在 Internet 看到零废弃生活，我虽然觉得非常好，不过我也觉得不是很实际啊。不过我想稍微减少垃圾，这是应该做得到的嘛，是我以后真的有实际去做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其实每一步是比我想象的要简单，而且真的还很有趣。所以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啊，你们就会发现做环保其实只是举手之劳，尽一个地球公民的责任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。